是经营商跟家总走出了电梯。这个项目非常重要。好的，老板，这是叶总。你好，你好。这剧本太无聊了。这才多久啊？这时，经营商抽出了什么？最好和我们合作，不然你们公司要等破产了。这不合理啊。哎，急什么？还没完呢。公司刚刚已经被我爸收购了，赶紧收拾东西滚蛋吧。这公司可是爷爷托付给我的。关我什么事啊？女主太坏，不讨人喜欢。那我就反转。其实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接近你。那也是爱我的，对吗？哇！你们不能在一起。你还记得西子湖畔的龙舌兰吗？叶总，趁高潮赶紧加广告。安排。算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我已经吃了毒了。不，没错，是鹤顶红。快把我的药车拿来。这是凤梨洗护手霜，一挤一抹，你看是不是滋润多啦？哇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白头偕老啦。完工。亲爱的，公司裁员了。是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爸，我们要分手了，想当我男朋友的一起扣个一吧。谢谢，我哥哥加你了。被裁的都是高层，老板准备提拔我成新人。爱情只有失去了才懂得珍惜。我更爱你了，宝贝。他们开除了我最好的朋友小张。你觉得我是那种不讲义气的人吗？我一怒之下。但是你也知道爱情会有保质期吧？喝了两瓶二锅头。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把爱情升华成亲情？谁知道老板当天就给了我下马威，人家的薪酬就会把他送进 ICU。 鬼甩！我的好哥们说他是个富二代，等他继承家业就让我做上市公司的高管。不稀罕，他能带给我们什么？我看中的是你讲义气的样子，真的好 man 哦。王小明，听我说谢谢你，因为有你。这是一枚欠条碎片，凑够十张就能兑换那一滴液。因为有你，我才倒八辈子。加上你之前给我的那九张，这第十张吗？这是第9.00000001张。很好，非常好。哟，我去，静怡在干嘛？爸爸，我跟宋总聊天呢。我知道一家 KTV， 里面的小哥哥超帅超可爱，都是有腹肌的小奶狗。宋总玩的这么变态，静怡努力。还好今天把姐妹群名改成了客户群。姐妹，我刚刚差点被厂商老板抓到了。我就知道。亲爱的，像你这种老油条我见多了，别以为我不说你们，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。再有下一次这样，直接给我拿东西给我滚蛋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下班前写1000字检讨给我。这都能忍，我要是你还检讨，我直接把瓷巾甩他脸上。煽风点火？还检讨？我直接把瓷巾甩他脸上。老板，我开玩笑的。来，甩啊！来甩啊！来甩啊！老板别这样，我害怕。甩甩！我先出去了。我也先出去了。你觉得这种方案客户能通过吗？你靠什么让客户看上我们？靠你的脸蛋吗？老板，像宋总那样有深度的男人，看中的是阅历。他就算看中楼下保洁，都不会看上你。还跑死？其实我也没这么有深度了。静姐，跟你借500块钱呗。你上个月500都还没还我呢。哎呀，下个月一起还嘛。李佳哥，全该还我了吧？我有说过这个月还你吗？再说了，你催什么？不就是1000块钱吗？你放心，就算我去 KTV 陪唱，我也给你还上。没必要玩这么大吧。朋友不做了，不做了。你放个牌。
怎么也回不去。金香，你工资条。什么？江阳棒？哎，我是老板啊。金香，你进这儿来干什么？为什么工资少五百？你每天都迟到，没开除你就不错了，扣你五百就是警告。现在知道谁是老板了吧？不懂这，哪下手呢？嗯，这份合同。金香，我给你那份文件你寄出去没有？哎呀，我以为是没用的文件，在处理了呢。怎么样，生气吧？太好了，那是家骗子公司，还好没发。妈的，太好了，一会儿王总要来，别吊儿郎当的。王总，那不是我们公司唯一的客户吗？拜拜。你在玩 Switch 啊？对啊，里面游戏超多，玩马里奥、分手厨房、光遇都可以，投屏健身更是不在话下了。我也想买一台，会不会很贵？买什么啊？直接去拼多多薅一台呀！现在他们年底给大家回血冲一波，专门准备了上千台全新正品的 Switch 游戏机，给大家直接限时拼手速抢，都打包好放在评论区置顶链接了，链接在就是还有库存可以抢，有手就能抢，你有手有脚的自己去抢吧。嗯，王总。你来了怎么不告诉我呀？我好去接你啊！啊，我正好看看咱们公司情况。休克，没什么好看的，每天就是大点下班，无聊就打游戏喽。他是不是吃错药了？王总，听我说，公司不剥削员工，业余活动也多，看来实力雄厚啊。和张总合作，我放心。对对对，别玩了，我一会儿要和王总吃个饭，你点个菜。他浙江人。啊，浙江人。我股票有这么红就好了。连浙江人吃饭，你给一桌子骂去！我看你这顿饭怎么请。张总，你这……王总，你听我解释。你怎么知道我是衢州人？我最爱吃辣，太细心了。哪里哪里，那就多吃点啊。拜拜。没想到你进步这么快，我决定给你发奖金。我是不是做的太过分了？谢谢老板，我也有不好的地方。那就给你五百吧。先扣再给，你给我玩直播带货呢？好像空调没关，原来关了呀。你走啊。为什么视频一个礼拜了还没剪出来？老板，我不听借口，今天视频组全部留下来加班。下一位，早上九点上班，为什么十二点才到？老板，我不听借口，晚上留下来加班。前天加什么班啊？这个鬼啊！下一位，没人了。月光温柔缠绵，迷幻模糊你的脸。话都说了一万遍，我需要一打三千斤，转身就不见，只能心里默念。